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司马令，今仔日要去台南耍哦。那个要去台南？就是你啊，后边这个人要去耍宝可梦。吼！我去食物件，搁看朋友的。哦，好。你掠你的，我食我的，拜拜。保密，对我来。保安车站，我就是来看别人掠宝。你看后边，四界都是人的。中岛就有夜市会当坐哦，看。我跟你保证，应该全台的食物拢在吃了。古迹饼，一片麦芽。你要不要？我就是来看艺术的装置。你是新第一代的开山怪小姐，是开山路。不好意思。是你期待的那种啊？啊，袂歹啊！大家敢有发现我足介意啉杏仁茶？我去嘉义，嘛是有啉古早味的杏仁茶。再看以前的味，迄个是有加两银的，迄个是加豆仔的，无同的味。食素食哦，就是我后壁这个清奇早点。很多料，很多哦，好烫，烫到我的舌头。首先就是看菜敢有多，调味敢有好吃安尼。来，给你吃，不免客气。今天的掠宝活动就结束了。好虚哦。这个 vlog 就是安尼，敬请期待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